BMW M34 3GT 系列，我要更换的是这个江原厂避震器来做拆装更换。另外看一下后侧，后侧它是分开独立式弹簧以及筒身，它一定的都要来做更换。我们看一下选用的品牌。就是 D2， D2 它的段数总共有36段，就是属于道路版的避震器系统弹簧。再来这个是托盘，也就是调整这个车身高低，调整弹簧的压缩程度。这是前侧的避震器，后侧的筒芯，看一下。侧的筒芯，这是车种规格表，这是道路版。Shall we begin?